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Patrick， 系负责金蝶亚太区嘅市场同埋业务发展部噶。咁啊，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好 hit 嘅 topic， 就系呢一个点样帮你公司进行呢个采购全面自动化咧，就系呢个 Procurement啦。咁其实首先我介绍一下一个好重要嘅金蝶嘅客户案例先。咁呢个客户咧其实系一间上市公司嚟噶，而且国际知名嘅，佢无论咧由一支铅笔到一个飞机咧，都系用呢个 Procurement 嘅平台去进行采购噶。 咁但係點解佢哋唔用一個發電油嘅方式去買呢？要用e-procurement去做採購呢，當然有好處啦。第一，佢可以輕輕鬆鬆咁去做成千上萬供應商，亦可以得到一個最優惠價錢，從而提升嗰個採購嘅效率啦。第二，佢可以好準確、好即時去攞到一個供應商嘅表現分析，從而提升嘅供應商嘅表現啦。另外，一個招投標嘅過程呢，又可以全面自動化啦。 同時有規範化啦，同埋進行多啲透明嘅，咁令到你攞到一個最好嘅供應商同埋最好嘅報價啦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可能有限啦，咁不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啦，或者 follow 同 like 我哋嘅 social media， 例如LinkedIn 啦、 Facebook 啦、 YouTube 啦、IG， 甚至 WeChat 都有㗎，又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啦。咁我哋嘅顧問咧會同大家傾一傾，點樣幫你公司進行全面嘅數碼轉型，去提升市場嘅競爭力㗎。Thank you。